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南方法喜菩萨寄诵第一首，佛身常显现，法界悉充满，恒严广大音，普震十方故。这首偈在前面报告过啊，这个经文虽然不多，意思非常的深广啊。我们看看清凉大师的注解啊，他说这首偈是显真佛身，这长者呢，第一场出三世故，至福于理，沾染常照啊，我们就大肆的开始做简单的解释。这个常的意思是就法身报身来说的，因为法身跟报身呢都是无障碍身啊，我们说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真佛身。那么应身跟化身呢，比不上这个法报无障碍啊。应身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他既然有个身了，中国老子说过，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啊。换一句话说，有这个身相必定有障碍啊。虽然在理上没有障碍，他事上有障碍啊，到什么时候四上没障碍呢？在一真法界里面四事无碍，九法界里面四跟四有障碍啊。为什么呢？佛来了他没有障碍，众生有障碍啊。在一真法界里，为什么这个应化都没有障碍呢？因为一真法界里说所有一切大众都明心见性，都没有障碍啊。佛没有障碍，菩萨没有障碍啊，声闻大众通通没有障碍，那就真的是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九法界里头不可能没有障碍啊，凡夫太多了，具足严重的妄想分别执着，这些众生太多了啊，他对你有障碍，你没有障碍，他对你有障碍啊。所以这个障碍不是从自身来的啊，是从语言来的啊。我们懂这个道理，这个
这个经上讲的是法身报身嘛，那当然在一真法界了。制服于理，这是讲修德与信德了相应的，理是信德了，智是修德了，这里我们要留意，唯有智才是真正修行。定是不是真正修行的？定不是的，定是开智慧的手段，唯有智啊。智能破无明啊，定不能破无明啊！诸位一定要懂得，定只能够伏烦恼啊，能伏见思烦恼，能伏尘沙烦恼，不能破无明。定开慧，慧能破无明啊，慧能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成涅槃，慧才有用啊！啊，因此我们必须要知道，智慧开了啊，才算是成就。智慧没有开，不算成就啊。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求智慧要紧。啊，求智慧不能不断烦恼，不能不修福德。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修福呢？谚语常常讲啊，福至心灵，一个人福报现前呢，心思灵敏呢，他就灵了，换一句话说，他就有智慧了。没有智慧的福报叫痴福，愚痴，痴福啊，吃福绝对不是好事情啊！吃福那个福越大，往往造的罪业越重啊！所以克时而论呢，宁可修慧，不修持福啊！有智慧没有福报，生活苦一点啊！想做一些好事情啊，没有力量。但是不做恶，换一句话说，他不会堕三途恶道。持福那就不得了啊！吃福要是造极重的罪业，那堕地狱啊！啊，由此可知，慧是多么重要！啊，慧从哪里来呢？因是本具般若智慧。啊，虽有因，没有缘不行。缘呢，清净善友啊，清净诸佛菩萨啊，怎么清净法呢？天天读诵经典，思维经义啊，把经义啊变成自己的思想，
把经里面的教训呢变成自己的行为，一定要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要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成见就是放弃，就是破所执障啊！放下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名闻利养，这是破烦恼障，不能不干呢、这二障障住了啊！我们修行修什么？就修这个，就把二障去掉去了。二障去了之后，这个自性里面的性德就透出来了。这个就是修成或本有，修成就是本有。下面一句的沾染常照啊，这个就是意思了。沾，这个沾染呢，是形容真心的清净。六祖能大师讲的，本来无一物。他其用就是照见的。般若心经里面讲照见五蕴皆空，举一个例子。那么这个就是看破，真的看破了。宇宙人生一切事理性相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行常显现，常的意思明白了。显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不显，现在什么隐？这个闲的对面是隐，为什么隐了呢？你有二障障住了，而且今天天阴，浓云密布阳光被云彩遮住了，太阳隐了，不现了。如果这个云散掉了太阳就显现了。那么这个显的意思就很明显的破二障。我们凡夫我们的性德就像太阳一样凡夫的云层太厚太厚了。急急呼呼在白日之下呢也像在夜晚。光明透不出来了，在六道里面永远像生活在阴暗之中，不见天日这是真的，一点不假。我们讲这个天信天日至日我们信天至日被烦恼所致浓云遮盖了佛教我们修行没有别的事情，两样东西去掉就行
掉了烦恼障，你就证阿罗汉了。你这个浓云密布啊，去掉一部分了。啊，天亮了，有没有见到天？见到太阳？没有，还是有云层，不过这个云层薄了一点了。啊，不像以前那么厚了。啊，阿罗汉还是没有见到信天，还是没有见到智日。必须要把所智障再去掉。啊，然后所谓的是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啊，见心就是见信天了，自信般若之日啊，光线就透一分出来了，真成就了。大师在此地，他有一个说法，啊，他说若别时呢，别说。立烦恼障啊，发身就显了；立所智障啊，智身就显了。啊，这是一个说法。啊，合起来讲呢，二障俱破。法身、智身都现前了。啊，换一句话说，实在讲呢，二障、度障两种身，立二障啊，这两种身都能够现前。这都是说这个显的意思啊。跟九法界的众生不一样。法界悉通满，清凉大师也有说，诸根相好，业业无边，无限复智智所庄严。这个话我们听了不好懂，他还有解释，诸根相好，业业无边呢，说的是自受用身。报什么？自受用身啊，无量无边福德之所庄严，智慧之所庄严。这个也有两种说法，啊，报身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啊，这个说法是说的自受用，佛也是凡夫修成的，他的表演不止一次啊，
在十方世界常常表演的、这场戏不断重复，再演。目的呢，是教化成熟的众生，时时有成熟的，处处有成熟的。所以，这种表演永无间断。佛为我们表演，从凡夫怎么样修成究竟圆满的佛果，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啊。八相成道啊，那是正果的表演啊，度化众生正果的表演啊。大乘摄性位的菩萨，小乘四果四相，是为我们表演初学入门。在古时候印度，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佛，先学戒律，先学小乘啊。如果是小乘根性的，五年戒律学完之后，这个在形象上可以说能够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生活啊，日常生活行持相应了。学小乘经论，如果是大乘根性呢，小乘戒律成就之后，就能够学大乘经论。大乘小乘戒律的基础一样啊，这个基础做好之后啊，大乘好像比如说盖高楼大厦，小乘呢盖平房盖二楼。诸位要知道地基是相同的，基础虽然相同，但是大乘的基础啊，必定比小乘深厚啊。什么原因呢？智慧在戒里头，那个戒不一样了啊，这很明显的、啊、没有智慧人持戒很勉强。我说老师一定要做，我不能不做啊！不做的时候他要处分我，被逼着的呀、啊、换一句话说，被动的，他不是自动的。大乘菩萨持戒的时候欢喜自动的，智慧进去了，
晓得什么？这种做法叫真自在啊。所以戒律在大乘上解脱戒，你看看都自在。严持戒律啊，原来是真正的自在、幸福、美满的生活。不约束人呢？为什么你初学感觉到很约束呢？很不方便呢？是因为你放荡惯了。一下叫你收敛呢，哦，你感觉到不习惯了。你懈怠懒惰惯了，一下叫你精进啊，你精进不来了。你过的生活不是正常生活啊！你过的那个生活，起心动念都在造罪业。地藏经上讲的没错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所以你过的是什么生活呢？你过的是三途六道的生活。三途六道生活哪里有幸福可言啊？所以你没有幸福啊。他懂这个道理啊！佛菩萨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大自在，啊，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过这种生活开智慧，与戒定慧相应。与自性里面的本具的智慧德能相好相应，他怎么不快乐啊？真的叫法喜充满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啊，那个说就是法喜啊，啊，那是真快乐。不过佛的这个日子啊，世间人是讲真快乐，那是假的啊。为什么是假的呢？他的苦并没有离开，并没有断，现在的苦暂时停了，他觉得快乐了。啊，你要不相信，叫你一天不吃饭，你快不快乐？啊，两天不吃饭，你快不快乐？饿昏了，那你还有什么快乐啊？啊，遇到许许多多都是不如意的事情，你快不快乐？佛经上说，别人回报你、侮辱你、欺负你，你听到了、看到了，如饮甘露啊，那叫真快乐。啊，你看到、听到，心里很难过，你就不快乐了吧？世人常说，做人为快乐之本。那个做人的快乐，你知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呢？你没有帮助过人。真正的帮助过人，常常帮助人，哎，这一句话你就懂了。为什么呢？亲身体验到啊。
啊，你懂得了，你没有亲身体验，听人家说快乐，究竟怎么个快乐法，你怎么想你都想不到啊。所以佛法要亲证啊，那才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没有亲证啊，吃东西很好吃啊，吃得很快乐，决定比不上你自己会做，做很好吃的东西给别人吃，那个快乐你就想不到了。哎，吃好吃的东西这个快乐，你为什么？你有这个经验，自己做出好吃的东西供养别人，布施别人，那个乐你想不到。你自己要常常做啊，常行布施啊，常修供养啊，乐就在其中了啊。为什么佛菩萨这样干法？这就是个大乐嘛啊，这是享受啊啊。工作他怎么会疲倦？他怎么会讨厌呢？不会嘛，无有疲厌。为什么无有疲厌呢？里头有真乐在里头啊。我们凡夫做事情做久了会疲劳，会厌倦，为什么呢？没有乐啊。你的工作里头啊，没有戒定慧啊啊，充其量有戒，戒什么？你做的很如法啊，如法是戒，没定，没有慧，所以工作久了会疲劳，会厌倦啊。把定慧把四无量心、六波罗蜜融合在生活里头，融合在工作里面，你的生活工作都叫菩萨心啊。我们说个最粗俗的话，你过佛菩萨的生活你做的是佛菩萨的工作，没有疲厌了啊。这叫自受用啊。啊，他受用是把自受用的身与土贡献给别人清凉大师在这里说，为诸如来有平等智，示现微妙净功德，居纯净土，为舍利菩萨现大神通，转大法轮，化身啊，这个报身，报身佛度化的对象是地上菩萨。舍利菩萨别教的佛
度别教地上菩萨，等于原教啊十度。啊，别教十地啊，等于原教十度。不是普通人啊，普通的菩萨见不到报身如来，见到报身如来初地以上啊，换一句话说，初地以前所见的佛都是应身化身，啊，应身化身度地前的菩萨，啊，同样啊，也是现大神通啊，转正法轮呐，帮助一切大众啊，断疑生信啊，修学大乘法啊，在大乘法里面得真正的法乐。这是后面两句所讲的了，恒严广大音普真十方故，这首偈大意懂得了，最重要的我们要怎样修学。再看第二首，如来普现身，遍入于世界，随众生要欲，显示神通力。这个一首意思非常明显，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如来普现身，遍入于世间。这个世间就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啊，在十法界里面现的身，随类现身，就像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像《华严经》入法界品里面的五十三参，随类现身呐。无论现什么样的身，不外乎应身化身。但是在大乘原教里面讲，一即十三，三即十一，应身就是报身，就是化身，啊，化身就是应身，就是报身。没有分别的，相上讲有三，
心上讲是一，事上讲有三，理上讲是一，一二三，三个一啊。方方面面呢，你都看清楚、看明白了，你才是真正了解事实真相、诸法实相啊！不能着在一边呢，着在一边就不通了，就有障碍了啊！方方面面都看到，都清楚，啊，都明了，于是乎就通了，融通，啊，障碍就没有了，啊，这个两句是讲佛现身，啊，无处不现身。第三句呢，随众生要遇，我们看了这一句就晓得这是什么感应的，这是因果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给诸位说，众生以善心、善行感，佛以善心、善行来应，众生造作罪业呢？以恶心恶行也敢呐、啊？佛应不应呢？佛应，佛也会以恶心恶行来应。为什么佛会有恶心恶行呢？给诸位说，佛善恶都没有啊。诸佛菩萨的应化了，从众生心想生呐、啊。你要做恶，恶行，佛就变现什么？变现阎罗王，变现罗刹。来治你的罪。为什么佛现这种相呢？大慈大悲呀、啊，这什么慈悲呢？消你的业障啊！地狱恶鬼，这个境界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为时所变呐、啊！西方极乐世界、毗卢遮那的华藏世界从哪里来的？也是唯心所现，为时所变，是一不是二啊！你要真正懂得这个境界了啊，不要说如，虽没有如。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理事都清楚了，设法界何尝不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跟设法界原本不二啊，差在哪里啊？
迷雾有差，悟了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所以诸佛菩萨在地狱里头，在恶鬼道里头，他自己的感受是一真法界。是清净平等法界。那个作恶的人、受报的人，那他的感受就不一样了。他感受是极苦的境界。他在里面呢，要受足啊。他过去造的那些恶业，感得的果报，不相同啊，不一样啊。啊，这个道理，啊，不能不知道，不能不清楚，所以佛菩萨了，就像我们的父母师长一样啊。啊，我们做了好事情，父母师长奖赏我们；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做了坏事，父母师长要惩罚我们。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做了坏事，堕三途，佛菩萨对我们的一种惩罚。啊，我们做了好事情，有天堂，有净土，那是佛菩萨对我们的赏赐啊。我们细心去思维，真正把这个道理想通了，即使做地狱，堕地狱，也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啊，希望在地狱里面，把自己一生的罪行恶业洗刷干净的，重新做人啊，忏除业障，重新做人，那就离开地狱了。不但离开地狱，永脱轮回。我们从这些地方去体会诸佛菩萨无尽的慈悲也。啊，我说的这些话是我自己想的呀，还是有依据呢？给诸位说，不是我自己打妄想，真有依据。啊，依据在哪里呢？就在《华严经》里面。啊，你看看善财童子的参学，参访圣热婆罗门。圣热婆罗门代表的是什么法门呢？愚痴。参访甘露侯王，甘露侯王代表嗔恨；参访法多密苏女，
代表贪爱，这三个人代表贪嗔痴啊，三毒烦恼啊，这三个人都是诸佛如来变现的应身啊，应化身啊。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读到的啊，监牢地身无毒鬼王，都是大菩萨，佛都给他们受记，将来他们都成佛。一般佛寺里面放焰口，焰口台对面有个鬼王，浇面大师，是谁呢？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观世音菩萨在鬼道里面变现鬼王的身份呢。所以他那一种严厉的刑罚是什么？大慈大悲呀！帮助你快速的消除罪业，消除业障啊。怎么不是慈悲呢？子弟犯了过了，父母师长体罚打你骂你，罚跪，那是真正的爱心呐、啊，真正的慈悲呀、啊，真正想成就你呀、啊。现代人潜质啊。就像前面寄送里讲的，前置不能测，现在人前置啊，溺爱啊，小孩犯错误原谅他，结果他是什么心理？犯错误不要紧，错误越犯越大，越犯越严重，到后来不可救药了。啊，中国人这个教学从小防微杜渐了，不能有一丝毫过失，从小来培训了。将来长大是君子，是贤人。从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少过失啊。你说哪一样是真正爱人？啊，爱的方式。
爱的手段、爱的结果不一样啊。东方人这个父母师长跟西方人不相同啊。培养出来的人才也不一样啊。非常不幸，这两个世纪以来，东方人迷了，被西方这些科技、工业科技引诱，着了迷了，把自己传统的文化否定掉了，抛弃掉了，也没向西方去学习。现在西方世界的病发了，东方世界的病也越来越严重了，演变到最后啊，不可收拾啊！同归于尽而已，这是非常悲惨的下场啊！我们不能不警觉。现在时间到了。